庆祝三节合一，各地慈医志工保持安全距离，同步线上浴佛，诚心忏悔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肆虐全球，每一个人都需要很虔诚的心来斋戒忏悔。我们其实跟全球的慈济人几万个人是同在一起浴佛的虽然我们没有进行大型的浴佛典礼其实我们是跟全球慈济人是同一念心的在进行这个非常虔诚的浴佛咒。诚斋戒，简单摆设家中琉璃佛像浴佛，志工乌丽婷圆满15位家人能够一起沐浴佛恩，大家也能够分时间的一起到我家里来沾这个法喜，我们也一起为印度的苦难的同胞一起祈祷，大家也把他们的爱心一起投进这个竹筒去送到印度去，陪伴父母要还己，而不是应付责任。佛诞节感恩亲恩，慈济志工除了陪伴照顾户居家浴佛，更引导孩子要懂得孝顺父母，让浴佛更加有意义。大安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